我现在换的这半边就是地球还没有受到一些污染的时候，蓝蓝的天，一切都很自然，很平和。然后这一片就是遭受到人为破坏太多，全部都是污染。如果再继续这样子摆烂下去，直到水都不能喝，天空都非常非常黑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已经很晚很晚了。想到这个就觉得好害怕。王一鸣，以这一盘为准，以我为准，全体都队形，不易，散开，散。我是四年级从大陆天津市转来，那边学校就是天都灰灰的。我爸就想说，我们长大了，然后不可以在那边就是继续受到污染，万一长大得癌症怎么办？然后就叫我们回来台湾念书。后来台湾念书就发现这里空气品质比大陆好，可是有时候真的是很臭很臭很臭。是就是升到五年级参加科展，不知道是东南森林对我们造成污染。之前一直就想说，哦，那些工厂真的很可恶哎！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让它这样污染我们？因为你长期吸这些空气，你的寿命就会变得越来越短，就觉得好生气，好生气，好想拿大便炮轰他们，让他们尝一尝臭臭的味道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那些坐在高层的那些董事长之类的，又不会懂我们现在这些老百姓，我们在那边受苦，然后闻到那些异味，身体变不好，他还在那边赚钱。想说大家一起来抗议。一会游行的时候慢慢走啊，然后要戴口罩啊，因为空气不太好。很想要让这件事情得到改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知道的人并没有很多，就算有些人知道了，只是在那边说加油加油，你们去做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就好了。我是觉得有点失望，还想说我们这些小屁孩都站出来，为什么大人却不能跟我们一起站出来？希望高层能看到我们的游行，然后呢，就能快一点将我们的法案通过，开始加严审议标准。回来到台湾，学习的很快乐，就是天不再黑了，我每天都蓝蓝的，哪里都很漂亮。我想活久一点，看看这个世界之后变成什么样子。